Hello, chào bà bê. Chào bà bê, chị Trang à. Chị Trang à. 这个大概是你排名前四名最喜欢的礼物吧，最喜欢的玩具吧。一个就是有印有布布名字的猪猪，你看不能拿呢，一拿他就要抢。有名字的布布的猪猪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，这个是。这是就是假装自己是狮子精但不是狮子精的玩具，这个是在日本买的，而且是在冲绳的西松屋吧，我记得。对，这个他就喜欢这个的那种点点的，有颜色，蓝色、粉红色这样，他就很喜欢。那这个嘞是这个，这个是他从最开始到现在都很喜欢这个，从还是小 baby 的时候，很小很小 baby 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，因为他就是会发出这种声音，他就很喜欢。那阿妞也很喜欢，你看阿妞。我一直听到这个声音，他也会在那边找。然后这个是最近新增，他也非常喜欢的，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是跟这个床垫是一样的，是拉拉 baby 他们送布布的。上次在那个孕妇那个妇幼展，他们送他的，对他超爱。就整个就是细胶的，然后很好清洗，然后他就很喜欢这样子抓着摇摇。然后很有趣的是，他有一个设计，就是这个设计，对，然后他就不会掉，就是你把它套在手上，他就不会掉。但是他有时候不是很喜欢套着，他喜欢随性的摇，是吗，布布？对吗，布布？哦呦呦呦呦！啊啊！东西都被你丢得乱七八糟了，你的玩具都被你丢掉了，你要怎么捡？小朋友，好呢，那跟大家说，拜拜，拜拜！你看他头上抓得乱七八糟，好呢，拜拜。